当行步，教学细节一，中段摆荡，放重心准备。第一步，身体反身对抗，转胯收脚。第二步，快速落根，保持骨盆关闭，重心放在两腿中间。第三步，推动重心。第四步，骨盆摆荡放重心。第五步，后腿推动上重心。第六步，骨盆摆荡，重心完全放置到前脚掌。第七步，身体反身对抗，转胯收脚。第八步，重心倾斜，推动出脚。教学细节二，第一步，主力腿持续向后对抗，收脚。第二步，重心向前倾斜，出脚。第三步，中段摆荡。第四步，转胯放重心，完成切克。第五步，快速落根。第六步，脚掌推动地板，摆荡放重心。第七步，主力腿持续向后对抗，收脚。第八步，出脚落根。第九步，脚掌推动地板，摆荡转动放重心。